虎头怪，对面是 Poker 刘振勇，只要前排拉了，游戏就结束，把他们家洛克萨斯之手给我多杀两下。欢迎欢迎的，我想看看这是不是上马的落手。Minion 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不是，你逃过了一劫。看来不是。再见。溜了。硬拼是不明智的。0-8，他学个抠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吓人了，你说那落手一整就这样式，你说咱咋整，真是吓死了。这可咋整？他马上升，我们还没升呢，小心点啊！我没吃到经验，他吃到经验了。这波推线不能用 E 还，这包女要是来了，我把 E 交了，她100%杀我。但我估计一般包女打野前期都是主刷，应该还没打完。漂亮，哎呦啊！漂亮，哈子，拿下。这干哈呢？哎，你们还能玩了不还呀？喂，干嘛呀，大哥？俺们家3-0，硬演啊！我真是要吐了都，杀他吧呢，既然你他妈非得要往上走，杀他吧呢，一把就得了呗，没完了。我去下呗，我是单线英雄，我怎么去下路发育呀？我去下路发育，
我没有等级，我们没有用啊，武器大师。完，他又跑上来了，而且他打不过洛手，他也杀不了他，他没有位移这英雄。他整个维音上来，我可以让他玩一会儿。上吧，我倒死没死，应该 A 他一下呢，也不闪现 A， 不知道干嘛。给我整成大乱斗了。太行了，晕着了。喜欢晕，可以接受吧？塞纳单线。我本不用跟着落手这么打的，我可以无限滚他雪球。我根本不用跟着落手换，他根本不会拿到银头。锤，重锤！赶紧把他塔拆了吧，这个样子就不用了。落手吐了，落手应该挺难受的，我说实话。赶紧拆塔吧！我在这挡着呢，我们在这挡着呢啊！不让他上来。他在那儿拆塔，我们在这儿挡着他。赶紧给他拆没，拆没就完事儿了，拆没我们就不用被折磨了，赶紧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厉害不？厉害。没看明白吗？没有。不用看明白，只需要把厉害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。可算拆完了，别折磨我了，你快走吧，这回舒服了吧？啊，舒服了吧？21个兵，我的天！这回去下路吧，还往上走啊？那我去吧。啊？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。你怎么感觉我一点也不难受？我只是面无表情而已。其实我比较难受，难受的是心。
难受的是心脏。储备满了，没事，他没闪现，我打死他，给扎死了。先把皮海出了，还是先出红宝石呢？先出红宝石吧。血量有点不够多。那亚索呀，不用跑啊，那狐狸都没蓝了，你不 A 死他啊？没有吸血，要有个小吸血还行。德拉斯死了，德拉斯死了，说明啥？说明他没闪了。下波我们可以杀他。上路这狐狸吃的挺香啊，那蛤蚱还放不放峡谷先锋了？我来了，你真敢上来呀！打过 Q， 走位走位。吃口屎！你为啥要把峡谷放在上路？我是真是不太明白。你吃个低保不行吗，大哥？你去捡去，我为你保驾护航，捡魂儿，回家出装备，马上无敌，再守一波吧。哎呦，好痛！去人了，去人了。嗯，亚索死了，亚索被洛神杀了。我们赶紧打个红，打个蓝。你别看18-9，其实我们家一点优势也没有。我其实应该去下路拆塔的。不知道落手这波来没来啊？如果落手在这儿，我们把落手杀了，直接越塔杀。以我们的装备，越塔杀他是绰绰有余。杀完以后把二塔拔了。没人了，撤。哎，可以继续，但我没看见狐狸，无所谓了，狐狸来我硬拆。再见，
出来了。哎呀，这流血也能流死，玩个钉吧。正好是十滴血，我感觉是正正好好掉血掉死，一点不差，正正好好。你需要一个格里恩的瓶子，我需要一个法叶十六连，我需要一个通灵领主的十秒不死。下路推，他拿到了我1000块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小龙视野这么好，这波团战我要是能卸手出来就好了。不管他们，先把龙打了。第三条会比较耽误我们的推进啊，这个中路的防御塔不去了，先把他落手杀了，杀完以后我们轻轻松松给他拿掉。这回拿吧，峡谷先锋下班，不给下班，你给我加班。对面的 poke 确实还是很猛的啊，反正给我好一点啊。哇哦，这扑克能力，你像个你像个猪一样，你在干嘛呀？没打的，对面所有技能全交了。杀维鲁斯吧，哎，给我砸死了。AD 没在，他们这个阵容我出点什么才能无敌呢？我觉得我下一件就春哥吧，我不能下一件出巨九了。塞纳不给 R， 塞纳给我 R， 我能再杀一个。我不知道他给为什么没给，不清楚。水银呐，水银我不用啊，我来个自言自立吧。单带两波，我等级不高，我现在要是15级的话，刚才他们全能死，我就无敌。现在比较难打，就是因为我没有等级，我这等级让那卡莎都给我吃了。
可以，小龙可以拿了。这不用放大去，放个大干嘛呀？先把泽拉斯杀了，好，全死，死，拿下水龙龙魂，真敢飞！我跳，先杀包女儿，来红巫尼拿下，你们推，我去打水龙。那蛤子峡谷先锋留着下崽儿啊，下回就应该我拿。不行啊，行，还行不行？我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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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到了。哎，好闪！记了，这水龙龙魂都打完了，这游戏就结束了。能不能准一点，小伙子？我不走了。啊！我不走了，去打大龙来。去打大龙啊，打大龙啊！智慧墨印，来一个。刚才才想出来，智慧墨印可以来一个。不死，你封墙呢？我马上到，兄弟们，坚持住！来来来来来，大龙大龙！来个春哥，我们无敌了、这把稳了，那肯定稳了，我的水龙龙魂加大龙加无敌了，都还不稳，肯定是稳了。跳走，投降了。说一下吧，就是所有在你直播间看了十分钟的观众都可以点开这个预约的界面。来吧，我们嫂子给你介绍一个活动。你来介绍。你来吧。你来。你来吧。你来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啊，我来。